自己比較喜歡整甜品的，所以呢今年 就會整些冰皮月餅和奶黃月餅這樣咯。其實因為傳統月餅就會比較肥啦，因為有豬油差啦，咁同埋會甜啲啦。咁我哋而家著重健康就好少食啲傳統啲嘅月餅。咁咧奶黃月餅，因為我自己本身咧就好中意食奶黃嘅，咁同埋真係有啲蛋黃嘅香味咧，咁就會令到成個月餅就會好似好味啲啦。咁冰皮就因為可以冇咁油膩啦，同埋夏天啦，咁其實我哋都係即係雖然秋天，但係咧都會都係仲係好熱噶嘛，香港咁就會冰皮就會開心啲咯。咁因為咧我就盡量會揀喺我老公翻工嘅時間咧，咁就會係學其他嘢，即係譬如學韓文啊，學其他嘢或者學做啲手工藝啊咁。咁咧咁佢放工翻嚟，咁就會可以享受到一味好美味嘅美食啊。